爆米花、蛋糕条、豆干等零食，还有蜂蜜、芒果礼盒，琳琅满目的食品都是创世品农园的义卖商品。因为疫情冲击百工百业，创世收到的善心捐款少了四成，就连义卖商品也因原油会取消，剩很多没卖出去。疫情期间，我们收入大概跟全台所有的创世都很像，我们大概都有下降到3-4成左右。我觉得这是可预期的。那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希望就是无法我们往外出，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义卖的方式，让所有的人就是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购买我们的东西，那让我们的服务可以不被中断。目前正值芒果盛产期，方山卢家芒果捐赠300盒包到级芒果礼盒，让创世义卖还卖不到50%。另外也有蜂农捐赠100瓶龙眼蜜，现在只卖了15瓶。爱心农友呼吁民众踊跃订购，祝植物人服务不中断。卢家芒果的卢旺生，因为每年看他都有在捐赠芒果给创世基金会去做公益义卖的活动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伟大，所以，从3年前我就跟着他也加入这个行列，就是我捐赠我的蜂蜜，所以在这里要拜托各位亲朋好友，还有就是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还有帮我们多多购买芒果和蜂蜜。如果你家里正好有需要，宅在家里的时候，在一起防疫的时候呢，可以透过电话或是透过我们的脸书上面，都可以我们帮你宅配到家里。创世屏东苑表示，外销日本等级的芒果礼盒一盒899元，产地只到6月底。另外，龙眼蜜一瓶600元，以及好吃的零食，都希望民众能踊跃认购。防疫期间，只要打电话到创世或是线上订购，不用出门，轻松消费，就能支持爱心义卖，关怀植物人。屏东新闻张如英、刘建荣采访报道。